日前，赵薇现身机场。赵薇身穿白色 T 恤和黄色短裤，配上同色系的豆豆鞋，再配上姜黄色的包包，整体搭配十分恰当。赵薇经常素颜出镜，不拘小节，不过今天确实有细心的化妆，看上去精致不少，整体装扮十分的清爽，而且身材也纤瘦如少女一般。不得不说，赵薇的衣着品味越来越好了，整个人看起来有夏天的感觉。赵薇在机场独自推两个超大的行李箱，行走如风。前两天，赵薇罕见出现在健身房，一时之间引起热议，不少人感慨她终于知道要减肥了。看到她的全身照，就知道这次减肥是下了大功夫的。再看看这一双纤细的大长腿，不过这也瘦得太快了吧。